干。你帮了紧，我帮了不紧。大家好，你是清香。太阳瓜豆是第七天了，浇了第三次。然后看着下这几天天点好天，晒得可快，颜色都变成红绿来了。这门怎么知道？这门哪会儿？我来了。这个半阴天不是都热，这会儿小瓜豆还不热呢。来，你给大家看这以前啥样样的。然后这第七天，瓜豆颜色差不多都晒开了，然后光等发酵了。您看这颜色。你妈妈没回家。我这会儿小把瓜豆再说。啊，几个搅拌酱啊，在高手全部搅完，要搅了可得。这梅岗酱的算好多，那个当初早以前开医院的酱，好得很。还剩最后让搅完搅完。我那酱全部搅完了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啥你这个筛酱上面还有个棍儿？说这棍儿，它做的很简单。它因为用土老虎炸的嘛，它那个水蒸气比较多，那棍儿就冲棍儿给撑起来，然后水蒸气全部自动发芽的跑了，它就不会流到这瓜豆里。因为大家如果下西瓜酱的时候，你刚炸了哈，可以节约那个方法。